13亿百姓为贸战双方买单。学者，中共迎来国运转折点，贸易战令中共经济金融问题危机四伏。有大陆学者趁如今13亿中国百姓已开始为贸战双方买单。另外，贸易战引发的外资撤离潮更让中共迎来很难逆转国运的转折点。广告，中共不惜一切打贸战百姓成炮灰。9月17日，大陆金融学者贺江兵在香港《苹果日报》刊文称，贸易战导致中共经济下滑，各种中国史的明斯基时刻正在爆发。到9月11日为止，中国股市上证指数跌了 26%， 而美国股市则表现良好，纳斯达克指数连创历史新高。15日中共财政部开始大幅度提高出口退税比例，最高至 16%， 北京当局让中国企业享受退税优惠以降低产品价格，从而保持在美国市场的竞争优势。不过贺江兵表示，从这一天开始，中国13亿民众将为贸易战中美双方买单。贺江兵称，假如贸易战全面开打，美国全部征收 25% 关税，而中国出口额不减，美国政府将白白获得 25% 的关税收入，而且美国消费者也不会因购买中国商品而增加支出。另一方面，中共从美国进口的产品大多无法替代，比如大豆农产品加征关税后，中国老百姓不得不付出更高的价格购买，这样一来，中国百姓等于变相替美国进口商向美国政府交关税，另一方面又替中国进口商向中共交税。中共外交部曾声称将不惜一切代价反击美国的制裁。贺江兵指，13亿中国老百姓货真价实的成为官方不惜一切的那个代价，美企撤离难逆转。另一方面，由于受贸易战影响，许多在华美企考虑撤离。贺江兵指出，产业链迁出中国境内很难逆转，将是中共的国运转捩点。据中国美国商会和上海美国商会日前公布的最新调查结果显示，受贸易战冲击，1/3的受访美国企业表示，已经或考虑把生产基地从中国转移到东南亚其他国家，另有1/3美企表示，正考虑推迟或者取消在华投资，还有6%美国企业考虑将生产设施迁回美国。此外，中共自明年起把社会养老保险交由税务机关代征，企业之前少交的社保也在追缴。有分析认为，中共的社保改革会增加企业约 1.5 万亿元的社保费支出，预期会使许多企业因激增的社保开支被迫关门或转移。贺江兵早在6月已分析过，贸易战的另一个目的就是把美国在华企业打回美国，以苹果设在中国的代工企业富士康为例。9月初川普发推说，要想规避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的关税，苹果就应在美国生产产品。一个不争的事实是，美国除了人工成本高，其他税费、石油、天然气和电价等都比中国低。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曾通过其驻华大使馆微博说，美国法治环境好，政治稳定，对投资者更有吸引力。贺江兵认为，贸易战拖得越久，对中共越不利。他此前已发出警告，若2个月未解决贸易战，中共经济将进入崩盘模式。